人就分给那个临时的，他的就是那个新人物顶名，他的祖言。哦，一言是他名字，李喜来，他名字祖言，那个竹子的吧？哦，他的父是言。哦，他的叔里面是言。哦，盐水。啊、嗯，盐水、哦，所以起了个盐井。哦，盐井。他就起了个古盐井。哦，历史这样来的。哦。那个还有遗址没有、啊、还有那个以前的那个井的样式没有？那个井的样式有吧？啊，那个井的样式有吧？里面是那树啊有，树啊有，树有，在哪多？有在那人啊，我对面啊，那个坑家那去帮起边上，帮起边，嗯，帮哪起边啊？有在那店过下边。哦，有是他们姐夫下头的啊？嗯，是的。我来过当时啊，嗯，就上面哦，看一下吧。我不去看了，我还要今天我们下次来吧、哦，因为我还要。它就是上面一点点。嗯嗯嗯。哦。它就是这个、哎、这个岩井是这样来的。去的名字还岩井呢。嗯。但是老人家知道我。哦，知道，行，嗯。好，谢谢。嗯、没香味。没香味。没香味。那是。是它本色的那个木，本色的那个木质木的瓷，木头的那个瓷和那个质感，那个味道，它本身那个花的香味。哦、是我们这里的茶哦，以前就是我跟那个我茶友送了点鲜叶过去，他做那个黑茶，就是一摇一的哦，他做黑茶，当场他做好了以后，他说这个茶怎么样啊？又没有香气，又没有什么样的，但是第二天做好了以后，他喝起来真的好喝。哦，我们的茶就是这样的，跟他们那个茶不一样。嗯，它闻起来的没有香气，但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实际上我们可以赋予给它一种特色，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啊，大脑中间它有一个固定的标准，那么我们需要这款茶去改变它的标准，让人家能够把它区分开来。哦，这个就是哪个山的茶，那就要强化啊。就是这样的，让人家知道，哦，这个茶有这种口感，它和别人不同，与众不同。那么就是这里有一个传播与教育的这个过程，就是茶客。那是啊，我们这个茶就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不知道，以前我们都自己不知道，就是我们送这个原料的时候，以前他觉得我们这个原料挺好，但是我给他送了一点鲜叶过去，他做那个真正黑茶。他说了，那个师傅也说了，怎么这个茶是这样的？又没有香气哦。他说价格又这么贵。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后来还跟我说哦，他说起这个事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怎么给茶友送茶去，怎么又不相信我了哦？又不相信我的这个茶的原料。后来第二天，他就早上就给我打电话过来，他说你这个茶很好喝，他说。其实他刚出来是没有。闻不到什么香气，什么都闻不到。像这个呢，就是把它整洁它的特色和特点，让人家知道哦，这款茶就是这个样子。它和它与众不同的地方，这就是要说明，让人家心里在内心中产生一种这个认同和联想，然后最后达到接受。也是，它现在过了一点点。过了一点，时间过了一点，长了一点。很重的水味，这个我这一泡的感觉啊，和这一泡的感觉，它有回甘有点甜，但是这个甜的比较淡，就是很薄，甜的比较薄。这个茶的汤是呢？啊，它是有点浑浊的，浑浊没浑。这个茶的这个就说。不是太通透，不是太通透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硬还要重翻一点，还要淡一点颜色。如果从正面看啊，如果你这样的这么亮的汤色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亮度，哎，我从你那边看，哎，还是因为有这个它的那个光线的折射，就我觉得很就是这个颜色，要从你看得见啊。也就是它的颜色还深了一点，
它又不像黑，也就是说这个好茶颜色还要淡，还要淡一点。是不是时间长了？我看看，像我泡了好久。还不是，可能还是制茶工艺的问题。制茶工艺的问题。现在我一下说不清楚啊，我不是很懂你的，但是呢，我至少我的感觉就是说，就是说，你看看，那是不是有时候呢？也就是这个茶，我的感觉就是很普通，它不惊艳，就是不使别人一喝，哇，这就惊，是吧？它没有，它就是很淡淡的，很普普通通的。这个茶实际上分几个品质，哦，分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能喝的，一个呢就是喝着难受的，啊，像你这个你就是属于一个，能喝，能喝中，到中偏上一点点。我不是品茶师啊，我没有那种专业，至少我作为一个客户啊。这个客气，这个不用了，我看喝是这个。这个不用了。不要。是的。这很好。增香味呢还可以，那个增香味喝上去，有水味，有水气，有一点点甜度，甜度之后再发回来就有，水味，然后现在回甘带苦涩，回甘带苦涩了。这个茶呢，它属于就是冷茶好喝一点。冷茶。对对，这种茶，如果冷了之后，天气热，回来喝口冷茶，这个茶可以吸收，因为它的茶的那个口感，它那个苦涩味就沉下去了，因为它热的话它就翻起来了，哎对对对，实际上它就表面上的一种香味和甜味，它就一下能接受，如果是苦味，它是热。它升腾缓卷，它就出现苦味，凉茶这一种是比较是能接受的。